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警车破例的新玩具。这是破例的洗衣房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我们有警车破例，破例把车身弄得全都是泥，我们让破例过去洗车吧。我们先让破例过来这边扫描一下。我们再让破例过去洗衣房里边洗车。我们还有小的士凯普，我们让凯普也过去洗车。我们先让凯普过来扫描一下。我们再让凯普过去洗衣房洗车。最后我们还有拖车斯普奇，我们让他也过去洗车。我们让斯普奇过来扫描一下。我们再让斯普奇过去洗衣房洗车。